声鼓励，来，不要动，来，大家利用机会。第一个，谢谢我们龙山寺提供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场地，也要谢谢今天有非常多泡茶的老师，可以说让整个活动哦增添了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气氛。第三个，最重要最重要，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南北馆的老师们，那愿意呢啊来到学校，那愿意在馆阁里面继续把这么宝贵的啊记忆继续给传承下去。县长请用锣，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掌声鼓励。县长再用锣，天降真祥，拜福天正。啊，今仔给咱国定古迹龙山寺来举办咱今年一度南北馆的这个成果展。那去年我们有八个学校，今年梅河15个学校开设20个班级，那伫馆阁嘛有11个班，那希望讲把咱这个传统真优美的南北馆会使向下扎根。首先利用这机会感谢校长老师因的用心，啊，让咱的这个意思有法度行伫到学校继续做这个传承。那第二点嘛，爱感谢家长的这个支持哦，才有法度让这些学生拢来做学习。那第三点嘛，爱感谢包括咱前朝文教基金会、地保基金会长期以来对于我们南北馆的一个资助啊，让呢啊这个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的无后顾之忧。那希望讲，把咱这么好的这个传统音乐，会使阁继续来发扬。那县政府呢，目前也有针对咱国小开始伫咧做训练，希望未来咱的这个音乐班会使继续传承，为国中、高中，互因变成一连串的这个啊教育，互囡仔呢啊学了更加有困难吼，啊，互咱真实很多栽培更加多的这个大师，那共同来传承咱的这个南北馆很优美的这个南北馆的一个表演。我们嘛爱感谢咱的这个茶艺协会吼，当时伫遮嘛做了真多的这个泡茶的这个服务哦。那伫这么优美的所在听好音乐，过来泡茶哦，我想这个也是未来咱这个啊国定古迹龙山寺可以来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一个模式哦。那在这边继续深化我们的一个观光产业。好，掌声鼓励。